全麻的一个高级亚麻哈，所以说一样，记得这种灵能面料它会有麻结是正常的，不能因为说麻结的问题，你们说它是瑕疵，你要退换不行哦，还是会有小小的一个球是正常的哈，不是瑕疵来的哈。灵能就是你看啊，它会有小小的球这样子，还是会有一个结这些你看啊，它是球来的，像一个它的麻结来的，就很像针织这样，有针织的收口都会一个起一个小球，不是瑕疵啊，对，不能因为这样子的问题，你们说要退换哈，我们会先声明哈。OK， 裤子有四个色啊，一样，这个是 rose beige， 它跟刚才那个 rose beige 上衣很搭啊。只是说它是比较深的啊，所以谁买了这个 rose beige 上衣，你搭这个 rose beige 裤子啊，非常搭哈，这两个色 ，OK。再来就是我身上穿的白 ，OK， 我身上穿的是白色，然后另外一个比较鲜艳的颜色，这个pink color， 然后这个是装红色 ，bridge red， 四个色，克是 BPA 41，价钱只是79 ，OK。相比我们上次有一个是比较贵，因为这个属于比较短的中长啦，也不算是太短了 ，OK， 有口袋啊，左右它下巴应该是属于一个这样子小小的，哎，穿起来属于一个中腰的，就中高 ，OK， 中高。如果你穿的微紧，它就微微会提高，且左右两侧有口袋，转后面，后面是这样子的 ，OK， 整件裙裤子不是裙子。整件裤头啊都是这样子 rubber elastic 的 ，OK， 一样是有抽绳。你穿的微松，你可以把这个抽绳拉紧。口袋是在左右两侧，后面就是属于这样子的。整条穿起来就属于这小 A 的版型啊。这一期之前买不到上一个星期那个版本啊，可以考虑带走这个啊。上一个星期那个短裤呢，它的裤头是没有 rubber elastic 的，这一件整件裤头 rubber elastic， 直接搭上这一件。上衣就好了。来，就是这件，为什么你们看尺寸臀部这么小呢？因为它拉伸的关系，它会拉链啊，所以说上身它其实是一个小 A 小 flare 的版型，小 flare 的版型了哈，所以说上身臀部一定是有空间，只是说你穿上你的拉，为什么我们提供臀部是这么小，就是因为我们要迁就你穿脱，穿脱啊，所以说 OK 这一件呢、啊，臀部你看啦、啊、S 我们是接到九啊，所以 M 到96啊。可是上身它是100多的，是没有问题 ，OK， 就是说要迁就你们穿脱的关系哈，所以说这款是两个码而已 ，M 跟 L， 主播是穿着 M， 然后我是穿着 L size，OK，、okay? 我是穿着 L size， 所以我穿着 L 的话呢，是不是还有空间呢？给你看一下 ，OK， 是还有空间的，所以说跟着我们提供的尺寸的话，能接受贴身 ，OK。多一个23cm 没有问题啊，否裤头那边臀部没有问题啊，臀部的话我们上次你看啊，它是这么宽的 ，OK， 是属于一个 flare 的裁剪的，只是说、提供了是因为你这边的拉伸啊，它不能去到非常的大，所以说这款是根据你的尺码选择 L 没有问题，不会松啊，不用担心说松的问题还是太贴身，不会，我是选择 M size， OK， 颜色方面四个色给你选。是不是里面你要选择比较属于它的性感的颜色吧？会是我身上的这一个 ，OK， 我是穿着 L， 长度方面是属于一个我们常讲顾客很喜欢的长度，它是短裤里面顾客很喜欢的一个长度，就是不会太短，穿起来不会有那个尴尬的问题。包括说年龄可能3加或者4加的，你说我想穿短裤，可是太短穿起来都不大气，这个的长度就刚刚好，不会太短。所以说很多顾客都喜欢这样子的长度，因为他就说短裤里面它不属于。可是又不是你容易的，还是会穿起来呢？就是说，我如果是说穿膝盖以下，我会需要会觉得会比较热，这个就刚刚好。可以下单打扣跟 color， 还有你要的 size 啊，我是穿着 L， 主播穿着 M 哈。来，我问了，这个是 rose beige， 衬搭回刚才比较浅的 rose beige 的上衣，整体搭出来的效果就是非常的母鸡风就对了 ，OK， 价钱79而已啊，要不要赶快啊？也是全马料来的哈，对的，这个 ，OK， 性感的颜色就应该这么说了 ，rose beige 是属于它的那种经典色，麻料的经典色就配搭为了 rose beige 的上衣，比较浅，同色系配搭一深一浅，只要整体搭起来非常韩系日系，带走。这一整套吧，这样子来搭。OK， 我身上穿的是 rose beige， 口袋在左右两侧啊，不用怕穿了微松之类的，肯定是不会。前面它有那个抽绳，你可以直接把它拉紧就对了。整件裤头是 rubber elastic 的，助理是穿
L 我是穿得到 ，M size 就对了。OK， 来我去换这个装红色给你们看。他说这个它是有 inner lining 的啦，就是说颜色方面都是浅色吧。你的内在美不要穿大红大紫，因为它的 inner lining 也不那种非常非常厚啊，不是啊。所以说 inner 不要穿大红大紫的这个款式哈。下单code 是 VPA 四十一 ，OK VPA 四十一，然后说 code color 还有你要的 size 一起打哈。穿起来比较出彩的来比较 low profile 的颜色啊，会是我身上这个装红色 big thread， OK， 因为待会有一个比较亮的颜色就是那个 pink color， 我现在身上穿的装红啊，怎么搭可以直接搭白色就好了，搭黑色肯定是搭得到，只是如果你搭白色穿起来它会更 outstanding 就对了 ，OK。所以说主播现在这一个是装红色 ，OK， 对 ，OK， beach red， 有口袋啊，长度就是刚才讲的，它是属于一个大气的长度，加上的是小小的，哎，整体穿起来它有那个显瘦的效果，只要穿起来上身是小 flare 的材质 ，OK， 想要穿起来非常舒服的，你就整套这样子一套啊，连那面料这样子搭，非常适合我们的天气就可以了 ，OK， 这个是装红，装红是新的颜色，来 pink color 也是新的颜色 ，OK。给我的话，这件呢，我会选这个 pink 啊，为什么呢？我想要它比较出彩，直接配上一件白色的上衣。它的粉，这个粉是比较正粉的颜色 ，OK， 所以说要比较出彩的话，可以选择这个粉色 ，OK， 比较正粉的一个颜色来的哈。直接配上一件白色的上衣，中和了它整个颜色 ，OK。我身上的是 pink color， 四个色，或是 BPA 四十一，价钱是79而已。最小的码是从 M 开始，我是穿 M， 最大是 L 而已，助理是穿 L 3，我身上的是 pink color， 四个色里面最耀眼的颜色，比较时髦的颜色，然后比较中间的那个颜色啊，就是这个装红色，再来性感的颜色就有这个 rose beige，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白色 full inner lining， OK， BPA 41，价钱79， OK， 别动，换下一个款，然后休息五分钟再倒回来啊， OK。我们休息五分钟，9点，我时钟慢了，8:55再倒回来，谢谢大家。